我们给他们一个最热情的尖叫声，好不好？三、二、一！哇！我看到美女们。对，那因为今天呢，三叔他是我们开场表演，没错。所以 Passion Sister 他们最招牌就是炸裂。可以吓赢我们。听说啦，经过他们的炸裂加持之后呢，幸福炸裂，哇！钱包炸裂，哇！我让你整年都赚饱饱，太好了，好不好？好，请他们先自我介绍一下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来，哎，用麦克风啊，太好了，这就是我可以跟他们拉近距离的时候。我是张立东，哦，我在做主持人的工作。好，来，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妮可。嗨，你可以呀，戏弄我。接下来换来，哦，流量密码。还有短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短金。短金现场应该也有很多，也有粉丝来啦，来，他们真的都是很多粉丝的。来，接下来，永和朋友大家晚安，我是西西，大家好，西西，西西，笑西西。接下来这位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晚安，我是晴儿，晴儿，啊，有晴儿的加持，今天是晴天儿，好不好？真的，好，可以给我们一支麦吗？好不好？因为他们等一下可能要教导一下我们怎么炸裂，哎呦，好吧，现场观众朋友跟我们一起来学习。来哦，有没有主教人？有两位吧。哎，来。好，动作很简单，是先一手握拳，一手握拳。来，我们台下的贵宾长官，还有我们的所有永和的居民，请你们的用哪一只手啊？左手，左手。对，这是哪一只手？流量密码。哎，这样才可爱啦。左手右手搞不清楚，哎，举起左手，举起左手，然后跟我一起上下上上上下上上，哦，就是上下上上上下上上，哎呦，这我们这个永和居民早上也有做过这种类似的，有在公园也有运动，也是类似韵律的运动。好，那要口号吗？口号要，来，帮我们加持一下。那我们就一起来。五六七八，炸裂！陈子豪，一级炸裂！陈子豪，炸裂！陈子豪，一号重炮！陈子豪，哦，可是我们陈子豪没有在现场。还是我们有永和居民叫陈子豪的啊，因为这个是专属于那个球员的那个啦，加油口号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来炸裂。和气秋月，可不可以？和气秋月，好，好，来，来哦，可以吗？来，可以，好，挑战一下，把那声拉长，把陈子豪改。炸裂，和气秋月，一起炸裂，和气秋月。哦，是，好，我们就来了，正式的，来哦，上下上上上下上上哦。好，来，三二一 ，Go！ 炸裂，和气秋月，一起炸裂，和气秋月。哇，也谢谢我们 Passion Sister 带来这么热情的开场，也算我们这个炸裂祈福仪式啊开场大成功，谢谢你们，谢谢，来，哇，好棒的一个开场啊，而且我第一次看你工作，好希望他们可以待到最后。哎，哦，忘了自我介绍了，好不好？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张立东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，掌声，哇，哎呦，对啦，因为我前几